收针完之后，我们就要教起针。起针呢，从哪头开始呢？这个刚才是我们的起针结，起针的线，所以要从它的相反，另外一头开始。另外一头开始，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起针的。这是我们在起针行的时候呢，放了一条毛线，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要放一条毛线，就是为了你方便起针。起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将我们修边的起针头放进去，将后面的线呢穿过前面的线，穿过去，后面的线呢穿过前面的线，将后面的线呢穿过前面的线，这样一直修针下去。记住是后面的线穿过前面的线。将后面的这圈线呢穿过前面的线，后面的线呢穿过前面的线，不需要去刻意去再拉得很长，没需要哈，因为这样呢你才能保证呢你整个下来的纹路是均匀的，看到没有，每一条纹路是均匀的。后面的线呢穿过前面的线，后面的线呢穿过前面的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呢密齿编织器呢要配送一条这条修边的这个小钩针呢，因为呢都是有它的用处在哈，不像呢其他呢旧版的那些编织器呢，他们呢是没有任何配送什么修边的工具呢，其实呢真正呢编织用编织器啊密齿编织器啊这种不是半针的工具来编织围巾呢，是一定要用到修边的这个钩针呢来修起针边的，要不然呢起针边是非常松垮的啊，看起来呢很不整齐，而且呢你在佩戴的过程中呢很容易呢什么挂到呢一些什么小钩钩啊，就容易呢使整个围巾呢散线啊或者其他存在的可能哈，所以修起针边还是很重要的。修一下起针边，后面的线穿过前面的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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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后面的线穿过前面的线，后面的线穿过前面的线，将后面的这根线呢穿线过去，好，这个是起针结的穿线过去，接下来呢把起针结的这个线呢弄一层过去，我们就起针边呢就修边结束了，把这条刚才放进去的这个毛线呢给它拉出来，没有用的。好，我们展开一下看一下，这就是起针边呢修边完的一个效果，非常的工整。那我们先把这个呢起针结这条线呢像刚才呢收针一样再给它呢打一个结，这样呢就不容易呢脱线。好，这是起针边，将这个结呢剪掉一点，你可以呢在起针边呢加流苏，这个是我们刚才收针的边，收针的这个收针结捏一下。好，这就是我们关于围巾单元宝这个围巾的一个绕线方法，从起针边到收针，这个视频教程呢就是这样的，大家如果有其他疑问呢可以万万留言。